iRobot 公司表示 ，Roomba i7 系列扫地机器人自动定位用户的居家布置，使用机器视觉和内置的摄像头自动识别如沙发、餐桌、橱柜等特定物品，并主动建议将物品周围区域设置为精准清洁区域。此外 ，iRobot 公司发布了 iRobot Genius 家庭智慧平台，用户可以通过 iRobot Home App 进入平台，在连接 iRobot 旗下具有 WiFi 连接功能的机器人产品之后，自主定义清洁的习惯、偏好，以掌握机器人的清洁时间、清洁区域和清洁方式，并通过该程式了解机器人的清洁表现。用户还可以在 Smart Map 智慧地图上自行标注需要针对清洁的区域，并对智慧地图进行个性化定制。只要点击需要清洁的指定区域或物体名称，机器人便会前往相应区域或物体周围进行清洁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